轻快的音乐搭配手部健康操，慈济志工固定关怀日照中心的日子，这天多了志光商职师生的参与。今晚吼，恁多今日我来头前，可能过三十栋、四十栋，啊，就换碗，啊嘛是爱有可能嘛是这种情形，啊，所以吼将心比心呐，吼咱个囡仔真正会吼会采去了解咱。现在建国社会啊变动的情况，阿公阿嬷把年轻人都当成自己的孙子，他们也展现热情，安排老歌传唱，让长辈仿佛坐着时光机回到年轻时代。刚进来的时候我很担心啊，他们蛮内向的，好也不敢表现，可是透过他们散播他们爱，我们这些爷爷奶奶的一个开心，他们也跟着开心。短暂的天伦相聚，孩子们在和老人家的互动中，也有了比课本所教更宝贵的体悟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月仙、陈正之、杨素云台北报道。根据儿福联盟调查。